不知道，是那个房主，8号房主跟我说的，8号要他不把那死个了吗？9号拉下去陪他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不是哥们儿，我9号伤药师啊，你这只是玩场外把我拉上去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我真的是，你是输不起吗？房主叫我陪他玩场外是吗？可以啊，我这边那就直接爆吧，直接爆吧，让他们赢，让他们赢，我这边一张调香师来票我吧，直接玩场外那还玩什么？我这边一张调香师啊，调香师，来直接把我送走吧，场外送玩走的吧。票子，他玩你把场我外票票走子，也行，你把我票走也行，我这边自己给自己票。场外的话，那没什么玩的，我把自己给票自己票，把你一们套自己，票了，把一套票了，你们爱怎么没玩人怎么要玩玩场吧。外呀、真的是，场外那玩什么？票我吧，你票说我吧，我的直没接就错。报身份，我调香师啊，我香料师，我香料师，直接把我票走吧。场外局我玩不了，爱谁玩谁玩。说是说了之后，被禁言一天，那是雪妈亏的呀，得不偿失。愚人不是这么玩的吗？难道愚人能这么玩吗？我觉得玩这个不是，你总不能把场外这2个字带到主战场吧？只为考虑是场外，也不想想是愚人。我觉得他这样玩确实挺可怜的呀，兄弟们。毕竟他的脑子就只能用场外来思考问题了。别动，别动，就差一点！我靠！我操！这时候是中立啊！这时候中立终于验出来了。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十号？没什么想说的，是的。哎呦我去！哎我，你真刀呀！我只是随便炸出一个中立啊！这边我验他的时候，他一直跑啊。最后我验出来的时候，我跟他说："哎，停一下，停一下，马上就验出来了。"他还在跑。之后我这边验出来了，他确实是一张坏啊，确实是一张坏牌。然后我就让这个二号给他崩了。What？我才是这个新 C 开头卡米，叶神月，这一次你终于被我逮到了。3号别动，验一下你。别动，差一点。这三号是个坏人啊！三号是个坏人，三号是个坏人，三号是个坏人，那里那里那里。有没有带他好把这个三号给崩了？我的个天啊！你真崩了，真的是，你在挑战我的权威。你们觉得有谁比较可疑吗？你做任务吧，做任务吧。我跟着他们吧，我跟着他们吧。这六号，你刚刚在哪里？六号，你刚刚在哪里？六号，你刚刚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快说啊！你刚刚在哪里啊？他听不见我说话吗？你去把四号给吞了，给我找个伴，你去把四号吞了。你问的是谁呀？没办法，四号说话吗？来个第一个。我送个人，你在背后蛐蛐我。不能。再等一下。我又上了是。我送人是吧？你还敢跟我抱？我靠！你这回事啊？哎呀，这都是，哎呀！哎呦，姑娘！哇，剖腹产！哇，我的肚子，我的肚子，
我的。什么？他这个发言真的太萌新了，兄弟们，我得帮他扑突围。我这个综艺啊，我觉得我赢不了了。我觉得我还是得帮帮你们的啊。首先，这个一号和十号都不是哨兵啊。然后呢，真正的哨兵还在狗子啊。天助我也！他这个发言在这里真的是太关键了，兄弟们。哇，对，这个零拉的太极限了，这个零拉的真的太极限了。我当时是在那个叫什么来着？那个冬雨间啊，冬雨间，然后我听到那个冬雨间隔壁啊，隔壁有很大一声，哐的一声，有点怀疑是神偷或者说是怪盗啊。既然这个六号是骑手的话，那我们先把骑手给盘走吧。是啊，我好心帮你们，你们竟然要骗我，你们还是不是人啊？先把六号票了吧，我怕你猜的太多了，因为你是月神月啊，你知道吗？你是夜神月啊，看你最终都是要死的。你我何时机之？区区贼寇，岂会费力？没事啊，没事，我们四个抱团的。刀的好啊，卡米！快快快，把他给删了，把这个号给删了，他一个香料师啊，三个九，这把是我们媚上照和月神月的胜利啊！快快快，删他删他，三个九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换我是十，我是十，你这是阴谋家吗？我是十，我是十。换我这个二号，哎，六号呢？不要换我这个六号。我们是十，我是十。我看到前面有特效。我是十，我去开机。你要帮人吗？帮我吧。我是十。我是赢家。我是喜。被白石头，快赔我！你们把身份证翻一下呀！我十六号怎么死了？死哪儿去了？六号连个尸体都没看到。我感觉应该是被在天黑的时候被鹈鹕给吃了。这边的话，我看到这个叫什么来着？二号啊，我看过二。哎，等一下，啥？好你个二号啊！你是不是把人家六号给吃了？我这边刚走，然后你就吃，你真是个小馋猫啊你！四号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可以污蔑我是男，但是你不能污蔑我是售货员。你这个人真的是，我这黑灯瞎火，我就听见他的声音，我也没看见他人，他也不跟我贴。这话是坏人，这话是坏人，你是坏人。你这个臭送货员，你还污蔑我？你这个坏人，你是坏人。四号，你这个臭送货员，我太奶去哪了？送货员，四号，你这臭送货员啊！这一看就是小老贪官啊！这我都不用再想的，这一看就是小老贪官。我都说了，这个四号是个坏人啊！你不把他给刀了，你反手把这个三号给刀了，什么意思啊？我都说了这个二号是个坏人，你反手把三号刀了干什么？你这个笨蛋啊，臭贝贝！你四号迷惑贝贝哈，你这个你这个四号臭送货员还踩我送货员哈，那人不见了，你第一时间觉得我是送货员，也不踩我是男，啊？你是什么居心？说明你自己是一张送货员，你想把我当成送货员踩走，然后你自己心安理得在那边偷吃大餐呗，你小馋猫！把这号给刀了呀！把这号给刀了呀！他要抓我！臭送货员，我没了就直那就行了。那时候我们走了，这个臭送货员。他要抓我，快点来个人把他崩了呀！你个臭送货员，那我一个。什么送货员？那你死怕什么？
个臭妹妹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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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是把他崩了呀！我靠！哎哎，好吧哈。伺候一个臭妹妹，臭妹妹。小咪咪，他就是个臭妹妹。我。这边我已经说了一万遍了，这个二号就是个臭妹妹，你们不相信我？二号给了我一颗，给了我一个烟花，之后我这边我天黑之下，我不知道是谁进来了，然后我就把这个烟花给他了，然后外面就是尸体，我这边在电梯室一开始，你们还不相信我？我都说我是死的，非常的有错，非常的有错，我做错了什么？我贴着墙悄咪咪去修电梯，然后莫名其妙被递了个狂欢之椅，这是要干什么？我做错什么了？这非常的有错啊！放过这个四号臭贝贝哈，你这个四号你个臭送货员，你还想踩我？我真是服了哈，你这个四号臭贝贝，你自己跟你狼队友双刀啊，双刀不成，塞我炸弹，我反塞你一颗，然后你还不服，你还吹给别人还报告，你这个不要放过这四号臭贝贝哈。那你就说你的炸弹是从哪里来的吧。有人能牺牲一下自己吗？我还不想死，有人牺牲自己。四号是哨兵，我是骑手，我要赢了这把，我先走了，拜拜嘞。我操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把这个酒喝出了吧？咋能把这个酒喝出了呀？可以，他确实是骑手，他确实是骑手，漂了漂了漂了！讨厌，这个九号出了，你把这个九号送走吧。先把这九号给送了吧。不要放过这个九号啊！别呀、啊、别呀、啊、别呀、啊！真换真心，真换真心！侦探！我们合伙，我们合伙，我们把五号、把二号票。不要相信这个臭贝贝啊！这九号不要相信这臭贝贝啊！他都快赢了，他都快赢了。快赢了，不要放过这个九号。我他两个，把二号票出去，你说了你要赢，这臭贝贝，你要死了，我的发，还不相信吗？还不相信吗？我都说了这叫是个烟花，你们还不相信我？我都说了，我从开局说到现在，我一直都在说我是死，我一直都在说我是死。欢迎到底，我还没在啊，不太好，做完真的简单多了呀。然后这个九号呢，当时在电力室，我看他鬼鬼祟祟的，九十双狼，他俩开始是在餐厅走一起的。我看到啊，我就在那个附近啊，我这边就在附近啊。我刚说要给这四号保一下，然后我往这边走的时候看到这个四号和六号啊，就一个边角，但是我听到这个刀人的一瞬间，然后我好像听到这六号是秒拉林的，好像是刀到哨兵了，应该是刀到哨兵了，秒刀秒拉林的啊，这个秒刀秒拉林的。这九号是好人还是坏人？
我真的不是狼，我真。你跑，你跑能跑得过两只王啊？啊哈！有差一点点啊。不拉你就死了，拉了就说被刀扫兵。バラバラな個性が集まって一つの音楽になって。え、あ、リュウロさん、お会計。